他这东西我光加装的都花了快两万块钱了。音响电塔电位，对，你这两万块钱你省加两万块钱对个高配了，也比这卖了多。这电塔是原装的还是自己加了？后加的。后加了。原漆，嗯，你卖时候落地多少钱这？是五左右吧，是吧？这个叶子板不齐了。对，它月月头的，基本那个摩托车就要趴一点。没换吗？没有。不是这个车门当时也补了，那不是就那栏杆那点儿，这点儿啊？对，他那摩托车不都趴在拉一下？哦，对着这俩中间了。对，报保险了没？也报了。报多少钱？报多少钱我忘了。这电位自己加了吧？对，电位包音箱都后来改的。25000多公里，2年3年。他这新款的锐界还是连屏的，好看点。这是24万多指导价，那个博瑞版，这结实不结实？你不正常人，看都不正常。那你这有180斤，200多斤的，200多斤。我对这东西，我老感觉回来踩地。你咋这么完蛋呢？保险出了多少钱？我不知道，应该是10000多块钱。10000多？是10000多，就2万多吧，应该。为啥会出那些了？人受伤了？他不是碰了车吗？不是颠倒了？颠倒，他在那边走了，然后刹不住车，差点了。他对着老快。也不快，我车一歪，他不得上去咬了，他说咬疼，你先看看。了解过价没哥？出多少钱都有，出多少钱都有。这车正常来说，我就是说按照原题，我来的时候没说这个保险的事儿，大概我理想价能给你是13万多，再垫给你多少钱？咱这有给13万多的，一般就那个置换了。不是，我就说嘛，你咱就不说置换的事儿，这车大概多少钱能卖？你说咱价格，你要是本来要你拆的，像这东西我。光加装的都花了快2万块钱了，音响、电塔、电位，对，这东西一二手车来说，你自己开了，你能使上是说实话，真的。你二手车应该要卖，肯定。你这两万块钱，你省加两万块钱对个高配了，也比这卖了多。高配都是刺激的，是啊。那你看，你看多少钱能卖？中的话，商量，合计合计。你不说给那个13万5吗？主要有出现老头疼，那我也是肯定肯定好卖。这车现在优惠了多，那低配了应该是16、17，应该都落车都提了。我也说原因好卖，反正我那种啥物事都加装的少少的。13万5能少不呢？本来这也不提，说是你这本来就加装这东西，那都没给你说。这有啥说？对二手车来说用处不大。用处不大，你就说好卖吧，对不对？你关键是价钱呀，你得有价钱，你好卖是不是？有个10000多的出现这。是硬伤，现在他就肯定这样。你说现在就是打钱的话，就是多少钱？你别13万5了，哥，你看你能少多少？我合计合计，少不了多少，合计是吧？就13万5了，反正你中了，都不知道。我合计合计啊，因为啥？我这车肯定你好卖，行，都不知道。我想想，哥。